师徒感情真是深厚，才一天就可以穿睡衣相见，蛮好的。我先躲起来。妈，你这什么装扮？嗨，你要干嘛？我才觉得奇怪，你跟他才认识几天，为什么你感情就好到可以来当保镖？怎么？有问题？三立多媒体30频道，本周五晚间10点，《极品绝配》。